最后只有四刀了，家人们，已经拍了146刀了。最后只有四刀了，来。想念，我只有三刀了，下方小黄车垃圾袋只有三刀了啊、哦。都睡着了，我都睡着了，晚安，安委愧了，有一点啊，有一点愧了，我累了，我真的累了，我真的累了，累得我无法自拔。男人累的时候就会犯错了，我都睡着了。我有一次连到一个粉丝啊、哦、你们知道吗，我有一次连麦一个粉丝，他连过来的，然后我就连过去的时候，他只有手机放在床旁边然后睡着了，真的我看到还是挺心酸的，粉丝睡觉的时候都在看我直播，真的还是挺感动的，真的。阿伟好搞笑，嗯，我有时候我心情好的时候我会很搞笑的，真的。那一次就是很多粉丝连过来嘛，然后我就连麦嘛，连麦，然后我接了之后呢，他把那个手机放在床旁边，就相当于是睡觉前嘛，一边看我直播一边躺在床上，然后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嘛，睡着那个直播还在开，看着我直播睡着了。然后听到那个打呼噜的声音，知道吧？这样子，听到那个打呼噜的声音，我觉得挺感动的。确实，那个有些叔叔阿姨睡觉都看我直播，睡着了都还在看我直播。那只有他第二天睡醒的时候，那个手机还在我直播间里面，挺感动的，真的挺感动的。最后只有一刀了，来149刀了，150刀了，到150刀了。你们抢到的没有付款的付一下款啊，下方小黄车这个垃圾袋啊。然后42个小时之内给大家发货啊。感谢点赞，谢谢。早点集会生个龙宝宝，嗯。我会邀请你们两个日子啊、哦。第一个日子呢是我集会的时候会邀请家人们，知道吧？邀请粉丝们，到时候我会，接待家人们，然后呢，会那种啊、哦。彝族的集会早，还有一个是生龙宝宝的时候就邀请家人们，好吧，到时候邀请家人们，你们要记得来玩啊、哦、记得来捧场啊、哦、对，生龙宝宝的时候，孩子满月的时候叫你们啊、哦、邀请你们，谢谢你们。阿伟也能环保，我知道的啊、哦、大家放心，阿伟，你和二妹很幸福的，嗯，谢谢你们，太晚了是吧？早点睡吧，家人们，困了的就早点睡啊、哦。对，困了的就早点睡。我播到12点，哦，我播到12点我就下播了啊、嗯。你们困了的就早点睡觉，好吧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一路的陪伴。
你们亏的时候早点睡啊。对，生罗宝宝要对，必须要的。二名在公司，现在不是在是就是成，现在不是再晚一点生就是成为蛇宝宝了是吧？那必须得不能生蛇宝宝，必须得生龙宝宝啊！家人们，你们放心。龙宝宝好一点吧，是吧？蛇宝宝可能行。神是地龙是吧？龙宝宝好听一点是吧？对的对的，嗯，那必须得生个龙宝宝好是吧？那必须得大爷家人们啊，必须得生个龙宝宝啊，要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是吧？动作要快一点才行了，不能再拖时间了，对吧？再拖时间就生不到龙宝宝了，只能生个蛇宝宝了。行，那我答应你们好吧？要生一对啊，一对龙凤啊！哎呀，这个我可做不了主。要早点下手是吧？啊，行，那我听你们的啊，听你们的。等过两天我妈回来了，带她去我家，然后之后就给她表白，表白成功了就直接下手。好不好，家人们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你们跟我聊这么歪迷陷倒的。我知道你们是对我好，希望我能够生个龙宝宝。早生贵子是吧？有眼同心，白头偕老是吧？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，言为高兴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先生龙宝宝，嗯，下手了吗？还没有，这不还没有，都表白都还没有成功，怎么能下手呢？妈妈去哪了？我妈去旅游了啊，去跟她闺蜜去了两三个地方，去旅游了，所以还没回来。是个龙凤胎吗？这个不是我说了算呀，家人们，我也想啊。只要表白成功了的话，你们懂的啊，哦，你们懂的。龙年龙宝是吧？怪不得今年集会的人很多哦，今年很多人都集会。看来是很多人都想生龙宝宝了是吧？今年集会的人很多，那我在抽烟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男人嘛，这叫男人味。祝福你，谢谢，谢谢家人们。没有你们的。没有你们的陪伴下，也没有我阿伟的今天啊，主动一点是吧？好的，嗯，因为是你们让我去找二妹的，不然我工作也挺忙的。我也虽然他在我包里面发了500块钱，但是如果我不去找他的话，也不会有结果的。说实话，但是家人们都支持我去找二妹，所以这么多家人支持我去找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去找也是对的，所以我就去了，去找了。来，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下发小黄车这个垃圾袋啊，跟你们说一下，垃圾袋呢是今天晚上阿伟给到大家的一点心意啊，是一个快递费啊，9.9包邮到家的。那么这个垃圾袋呢是垃圾袋里面的天花板。也就是说，加厚的一个垃圾袋，新款的啊。
就是升级版的，上面它有两个绳子可以提起来，比较方便啊、哦。然后呢，9.9有很多啊、哦，你们拍了是吧？我加了啊、哦，再加10刀吧那。我再给大家加了10刀了啊、哦，再加了10刀了，你们去拍就行了啊、哦。加了10刀库存了，现在已经152刀了啊、哦。拍了152单了，9.9包邮到家的可以去拍两单，发到家里面去备用啊。这个垃圾袋我们家也是用的，这个垃圾袋啊是比较好用的一个垃圾袋。嗯，我分享给你们的话，肯定要分享好一点的给你们，对不对？所以家人们放心的去拍，好吧？OK, nice, nice. 对，下方小黄车直接去拍就行了啊。到时候二麦我们两个集会的时候，生楼宝宝了，我到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子带着楼宝宝一起来找你们玩啊，一起来三亚旅游，一起来珠海来旅游，上海来旅游，香港来旅游。你们到时候粉丝们哪里，我去哪里旅游，就到时候会出视频，然后呢去来找你们玩啊。你们要记得跟阿伟的楼宝宝准备礼物啊、哦、谢谢。来珠海玩是吧啊、哦、到时候看、哦、哪里好玩就去哪里玩，去带二妹和我的楼宝宝去旅游。然后呢到时候我会出视频，你们如果是在这个我去的那个地方的话，我们就见个面一起吃个饭。你们记得跟二妹我们两个的宝宝楼宝宝受点心意，好吧，收点礼物，好不好？新家来是吧？新家我没有去过嘞，很多地方我也确实没有去过的，我也想去整个大世界上转一下。来重庆啊，重庆我去过。哎呀，来江苏是吧？直播间来自不同的大哥大姐们，你们把自己的家乡打在公屏上，我看来自哪里的多一点。来江西，对，把你们自己的家乡打在公屏上。直播间1000多个人，把你们自己的老家家乡打在公屏上，我看哪里的人比较多一点。广州、广东、新疆、来南昌、河北、河南，来自哪里的都有，珠海、贵州、哦、重庆，哪里的都有，昆明的也有，云南的也有、嗯、山东的也有、哦、山东我去过，山东、湖南、宁国，有些名字我听都没有听过啊。反正到时候眉山市啊，眉山还有眉山的，眉山的话比较近嘛，不远嘛，四川的嘛。看来有。来自哪里的都有啊，来自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，来自不同的都有啊。到时候我们去哪里旅游的话，我们会出个视频，然后呢到时候偶遇粉丝啊，偶遇一下。河南、广州，来自五湖四海的所有家人们，真的很高兴认识你们。我会去的啊，我会去的，家人们。来自不同的五湖四海的家人们，贵州是吧？贵州我没有去过，可以去一下的。对，贵州我也没去过。
贵州也真的没有去过嘞。休息吧，好的，你们困了的就睡吧，我就包到12点，12点我就下包了，家人们，12点我就下包了。贵州天气好是吧？还有机会没有？还没有哎，机会肯定你们知道呀，机会肯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呀，对不要你们要来挂你的呀，我机会的话你们肯定要，对吧？我的铁粉们哥哥姐姐们都要来的呀，你们要来现场玩，对不对？先设楼宝宝再集会，先设再集会吗？这样也可以吗？先集会再设小孩，还是先设再集会啊？家人们，应该是先集会再设吧。先生小孩后集会可以试带，先生再集会啊，这样也可以吗？有孩子了再集会啊，集会迟了就不是楼宝宝了是吧？这样子的哦，先上之后补票是吧？先怀孕，先怀孕了再集会嘛，那对吧？我觉得也先怀孕，然后再这个集会再生嘛。生宝宝，生宝也不错。对吧，龙要好踢一点嘛，对吧？顺其自然吧，我觉得没有什么特意的。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下方小黄车这个现在已经抢了163单了啊，最后给大家抢7单吧，最后后台给大家上7单，然后呢抢购170单，好吧，170单来个梗数，好发货啊。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卫生这个垃圾袋呢是今天晚上阿伟给到大家的一点心意啊，那么是一个快递费9.9包邮到家的。这个垃圾袋是一个垃圾袋里面的天花板，是一个升级版，知道吧，是一个加厚的一个垃圾袋，而且上面有2个绳子拉起来就直接好和好拿的一个垃圾袋。而且9.9有很多，知道吧家人们，是9.9包邮到家的，直接给我去拍就行了，相信阿伟啊、哦、没有毛病的，直接上称就行了，直接拍就行了哦，不用想，不用犹豫，不用纠结9.9还要纠结什么，直接安排就行了。我相信垃圾袋每一家人都是需要用的，知道吧？那么我们家里面不管有没有垃圾袋，你都可以去拍2单放在家里面，对吧？这个发多久都没有关系的，所以直接拍就行了，知道吧？每一家人都是需要用的，直接安排来163单了，最后7单，直接把地址填上，对吧？抢到了就付款，然后直接抢回家，知道吧？哦，你们线下也需要买这个东西的啊、哦，那么抢一单是很 nice 的哦，下楼就快递员那儿就拿回来，就直接使用了，知道吧？来，不用麻烦，不用怎么样。直接拍就行了，好吧？啊，相信阿伟的，需要的去拍一单就 OK 了 ，nice 了，知道吧？要生个楼宝宝，主要是生个楼宝宝是吧？没问题啊，家人们。谢谢关注啊，没有关注我这个号的，也给我这个号点个关注啊，谢谢。对。对，最后只有4单了，家人们不要犹豫啊，等一下就没有了啊，等一下你们想要也抢不到了啊，没有了我就下了啊，知道吧？所以呢我觉得可以拍一单，家人们
垃圾袋，真的是特别 nice 的。祝你和二妹有缘同行，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，有情同行。谢谢谢谢啊，谢谢姐姐，谢谢子姐啊。明天叫二妹直播是吧？明天我叫她一起直播，我看她愿不愿意直播。你们不要骂她就行了啊，你们不要去骂她，她就会直播的。你们骂她，她就没有信心直播了。慢慢来，急不来，急不来的。嗯，对的，慢慢来，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啊。跟着感觉走，顺其自然就行了。OK。对，来166大佬，最后只有4大佬，家人们，下方小黄车这个垃圾袋。咱们拍够170单，好吧？对，支持二位的家人们，来。